呢一道菜咧係有星斑嘅鮮味，有八寶嘅味道，所以呢道菜就係叫八寶星斑。選用星斑咧，我哋選用野生嘅。星斑唔係一個好重味嘅魚，因為養殖嘅星斑咧，其實個味道咧係冇乜味，冇乜味，所以我哋選用就係野生嘅星斑嚟去做呢條魚。咁我哋選用嗰八寶咧，係選用鮑魚啦、花膠、海參、陳皮絲、蟲草花、大菜頭、紅棗同埋冬菇絲。咁就係選用呢八寶，就釀落去嗰條魚嗰度嘅。咁首先咧 ，OK， 我哋要煮咗喂咗味落去呢八寶先，然後 OK 再釀入去個魚，然後再蒸。難度係喺佢湯魚啦，同埋蒸嘅時間。客人嗌呢道菜，先至會撈嗰條魚上嚟湯，湯完之後即刻去做，出嚟個先至可以係個效果係好嘅。因為個食材啊。佢釀入去嗰陣時候，必須要係熱。如果唔係咧，就當你蒸熟咗條魚之後，入邊嘅材料根本係唔夠熱嘅。咁當你再蒸到入邊嘅材料熱嘅，條魚已經過熟。所以一定要掌握到個時間啱啱好。先要煮咗一個陳皮豉油先一個蛋汁，咁基本上係用一啲魚嘅骨啦，同埋糖啊、豉油啊，咁一齊咯 ，OK， 有啲江魚柱啊咁樣去煮咗佢先嘅，同埋陳皮，咁陳皮個比例會比較多啲。有一啲魚佢幼啲嘅纖維，我哋係可以用。上湯嚟去蒸佢，將個味道喺個蒸氣度有味道嚟引入翻落去嗰條魚嗰度，即係將嗰個鮮味引入落去個鮑魚啊，同埋落去個海參啊，同埋花膠入邊。所以其實食魚係好大個學問，煮魚亦都好大個學問。其實我都做咗都好耐啦，20多年用呢一個方式。咁當條魚蒸好之後咧，上台，咁我哋會喺個客人面前劏開條魚，俾客人睇到入邊咧 ，OK 個豐富嘅八寶。其實我哋個靈感咧係來自咯 ，OK， 八寶鴨嘅。咁八寶鴨亦都係我哋粵菜入邊咧 ，OK， 一個好經典嘅菜式，係好傳統噶啦。我哋中菜係有好多用雞嚟去釀啊，用乳鴿嚟去釀啊，用鴨嚟去釀好多，但係冇乜人試過用魚嚟去釀海鮮嚟去做呢一樣嘢，所以我哋就係諗啊，不如我哋嘗試下用海鮮啦。咁我哋就發覺。其實是有啲難度，因為佢唔可以預先去做。我哋一定是收到個 order， 然後即刻客人需要啦，我哋先至去湯魚嚟去做。我亦都希望通過呢一道菜，
可以令到咧客人感受多啲老記嘢傳統粵菜嘅工藝啊。咁啊，多啲人食到，了解多啲傳統嘅文化啦，傳統嘅粵菜嘅做法，我哋中國人嘅餸菜嘅智慧。